大，我操，跟那个跟那以前那个叫什么？对，一样。那你还记得我？改天再去他们家。他们说有档口啊。他有土质档口。那谁？陆叔说有。陆叔说不去打货吗？陆叔，我操！陆叔会有点自卑的。他们老乡，他们老乡真的有老婆好不好？他们老乡真的有老婆吧？他不是还买房了吗？在增城了。你去了，我跟你讲。看不起这个。为什么是二十多万块钱？就是。